日本从2022年开始掀起一股五照散步影片热潮，在 YouTube 上有不少网美靠着鸡兔逛街博取眼球吸到流量，也因为影片中穿着正常服饰成功规避平台的防色情规范。但如今 YouTube 大动作祭出封杀，就有网友发现知名五照教主 Mag 的频道已经悄悄消失。YouTube 已经出手管制无照散布影片，平台证实已经关闭几个相关频道。值得关注的是，日本拥有破百万追踪的无照教主 Maga 当初也是以无照散布红到台湾，而他的 YouTube 频道确实已无法浏览，疑似遭到封杀。